条条 ，Yes， 棒棒 ，Good， Good job， 坐下，坐下，坐坐坐好，坐下坐下 ，That's right， Good， Michael， Good job， 前两天阿爸帮你剪头发怎么样？你们觉得你很帅呀 ，Michael？ 嗯？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帅啦，嗯。羊驼 Michael 是王佑馨的萌宠中知名度最高的，很有个性的他不仅有半年流量就破亿的粉专，还有超过十种代言，年赚百万的他等于一只养全家二十只萌宠。但照顾 Michael 及他女友 Gaga 可不容易。那其实像之前就是 Michael 就是有一次误吃人家的那个面包，就是人家喂他，然后我就很担心，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跪下来站不起来，那。其实动物像这种草食性动物的胃是他们的第二个心脏，所以他们吃的东西就很重要。有些动物是可以吃多一点蛋白质，所以它就可以吃木薯草。那有一些动物是不能吃蛋白质，那你就要给它吃提摩西草。所以每一种动物它的配比跟它的草类别的部分就是要去思考，或者是大小。像之前嘎嘎来的时候，它就是肚子里面有虫，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很多那种就是像羊驼什么，他们在农场里面如果没有照顾他们的饮食。可能他们吃到那些草里面有虫，肚子就有虫，肚子有虫就长不大，甚至有些虫就会把他们的营养吃掉，然后把他们的整个，比如说他的铁质啊、钙质啊各方面就会很不好。其实王佑馨家里还有一只才艺神犬，一身本领都是王佑馨亲自训练。就奶奶趴下，变变，很变 ，Yes， 奶奶给他吗？这里这里。阿妈嘞，阿妈嘞，给阿妈放手手，掉了，来放手手，手手嘞，啊又掉了，好捡起来，又掉了又掉了 ，yes， 干得好。虽然不会说人话，应该干你妈三。朱建宏、陈拓宇采访报道。